共引进了四台新车，那也规划了三个亮点。我想第一台新车就是各位看到在我台上左手边这一台2020的代表色，主色是蓝色，这一台是我们最新世代的掀背车，纯正欧洲血统 Scala。 在舞台上另一边是我们超级房车 Super 改款之后的新车，那这两台车 Scala 跟 Super 都是特别跟原厂商界空运来台湾，因为我知道台湾很多消费者在等这台车等了很久，所以我们特别提前把它运到台湾来。那这两台车正式上市的时间会是在明年的上半年，